而且重点是那个啊，钱也不是你们这些人渣出的。每次玩个游戏，他妈的就是会有一群白痴在那边他妈的唧唧歪歪的，干死玩什么都一样。干，这就是人多的悲哀，是不是？我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蛮保持好心情了，干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妈要求都这么高哎、欸，讲的好像他妈我已经玩十几年 OK 还是怎么样的？承认自己烂很难吗？你去翻我这两天打的 BOD 了，我应该说我自己烂应该超过十次了，没有的话我帮你吹啊。我跟你们这些人渣最大的差别是那个，我烂我丑我会承认。干、这怎么可能扫出来他妈长这样子了？他妈谁信啊？阿杰，今天公路如果是你在场上，就不会被热火淘汰了。当然，我只能说我们刚刚五打五啊，另外一个来了你就知道，那两个很狠。哦，一个不拿了球，前面十个人他也会。乱讲，我那拿球不投，我今天满场投真的。就我没讲你几分。拜托别照我脸，好丑。喂喂，准备阿爸的未来，准备来写戏啊。不是，重点是什么？欸，我要练什么？先帮忙讨论一下。看你啊，还是那个给苏丹当控球。干，你说我要当控球？干，林鸟，我就跟你讲，我球只会传给一个人，第六个人场外那个人，你鸟嘞，控球嘞，妈的嘞！啊，你搞定了？你说你下单了，等他来是不是？对呗，他要算我便宜一点的。干，你买 PS5 还要算便宜一点？你哪里买的？他说我要跟他知道我要跟楼成员玩啊，他直接打我对折啊，他知道我没多久就要还他、啊。你讲真讲假？他对折，当然是讲假的啊，废话。敢讲讲这种小话你也信哦？我相信你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对你的信任感极高啊，我没想到你要这样跟我讲一些的没的啊，那没有关系啊。其实你要玩小前锋或后卫应该都可以。感觉有没有缺小前锋？需要一个干分手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到底是专注三打三还是五打五？不管三打三或五打五，里面通常就只会有一个人而已、啊。那就是练一个三打三牛到不行的，五打五也还行的。三打三牛到不行的，只能把你去年那个干仔开出来。跟你说，干仔未练术啊，没错、啊。你说可灌可投，防守一塌糊涂啊，没错。各位不好意思，阿杰打球我都看不到最后，你们懂为什么的？我只想问阿杰有打球打赢过人吗？右配比左右点放，徽章会启动闪电第一步，这徽章早砍了，老哥。对啊，还有人讲闪电第一步啊，我就跟两个人很懒得看两个人，真的他妈一群白痴的，不知道是怎样。妈的，骨灰坛第一步啦，你娘嘞，他妈的，那他妈的东西不是都改掉了吗？挂号根本没完，赶紧的帮忙想一下，去你们现在对上到底最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做一些苦工或干分都还行。有那个啊，那你看你要不要玩那个工具人啊？有一个那个锁房的那个。算了，我还是弄个三分啊。现在中锋跟大前锋都有了。发展现在应该组完那只中锋吧？我干，两点半有没有大声呢、啊？你在找人家吵架是不是鬼的哦？干，你这叫打架是怎样 ？PS 五等下要把人家老妈喷飞，怎么他妈超大声的、欸？大小啊，靠腰嘞、欸！这样子应该好点。我卖力远一点，我卖力远一点啊！我还是一句话，心之所向。你现在闭上眼睛，第一个想到的 NBA 球员是谁？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的迈克乔丹。那我只能说，迈克乔丹在这个里面应该是配合。但不可能，三分也不准，干也不知道能中哪小。我不得不说，迈克乔丹那个模板，我捏给 NL 了。他到现在永远是背身后仰，背身后仰，一场可以三次背身后仰。S G 现在缺 S G 是不是 ？S G 可以，我就问了，现在谁是 NBA 最猛小前锋 ？LeBron James。没有吧？干，现在不是 Tatum 最猛吗？给你脑部。哈？哈？现役呢？还是短的？不是打 P。短的我还可以接受。干 Tatum，Tatum。啊，干你啊！人家讲的，人家评价说现役现在最强是杰森 Tatum 啊。我告诉你啊 ，Tatum 光颜值就输你好几条街了啦。你要看颜值，说实在的，吉米巴特勒看起来不像打篮球的。
阿小，阿不然像什么？感觉很像那种街头的没？你要看这样，你要看颜值，很多人都不像打篮球的。哦，我意思就是，如果要用个什么能两分、能三分、能暴扣杜兰特，那防守不是一滩屎吗？啊，不会吃不下，还是还 OK？ 会吃不下，会吃不下，这一版会吃不下。看他怎么办？现在缺 S G， 赶紧想办法弄一个屌的 S G 模板出来啊！我来打 S G 啊！苏南不要再问了，缺防守，缺三分，缺切入，缺灌篮，除了篮板之谜以外都不缺，连 O V 都不缺，又不下，干你娘嘞！哈哈哈哈哈！干 O V O V， 干 O V， 你要我 O 也可以啊，三分加暴扣加内外杀神，也可以，好像可以创造出来，可是就应该是就是不会有防守的。好啦，三分加暴扣好像不错哎、欸，两分就加减嘛，对不对？反正三分没到两分不行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可是通常不太会有，通常你的三分会比你的两分准。反正防守就加减靠过去，有干扰就干扰嘛。有他 BS 5跟去年那个比较不一样。你跟单纯靠过去干扰人潮，那不就是他们要来互相干分了？照这逻辑。嗯，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今年 PS 5它有多一些防守徽章蛮强。嗯，防守变强了，有难度，我只能说有难度。没有点防守，只能那个加减跟跟看，因为他这版被挡拆，那整个人会粘在那个上面。为啥不点？我不想玩那个什么都点一点，什么都点一点。不过你们那些那个用嘴打球的，你们估计也就只会在我聊天室讲而已。干他妈，其他人打得像坨屎的时候，你们也不会讲。这游戏说实在不运球要学什么？取跑位啊，取跑位跟投篮条按好啊，要传球时机啊，对啊，协防你的好朋友啊。算我不要讲话，什么都不用学，学着被喷。那为什么在学的时候要给人喷？那、啊、你红啊，没人看的红，没人看的台又没人要喷他、啊。你红啊，最红啦、啊，大红人一哥啊！啊，这样有什么好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说他们有什么好处啊？还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嗯啊。哎呀，抖内可以收啊，那些都会花钱骂你啊。在哪里？刚刚有吧，五十块。还是我一天给你五百块，可以一两百个每天在聊天室收烂你。太少了。那就对了。对，没你们给太少，给多点再骂，搞毛啊！那钱给那么少还是嘛？至少还给5万之类的吧。而且重点是那个啊，钱也不是你们这些人渣出的、啊。每次玩个游戏，他妈的就是会有一群白痴在那边他妈的唧唧歪歪的，干死玩什么都一样。干这就是人多的悲哀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已经蛮保持好心情了。干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妈要求都这么高哎、欸，讲的好像他妈我已经玩十几年 OK 还怎么样的？承认自己烂很难吗？你去翻我这两天打的 BOD 了，我应该说我自己烂应该超过10次了，没有的话我帮你吹啊。我跟你们这些人渣最大的差别是那个，我烂我丑我会承认。干这怎么可能扫出来他妈长这样子呢？他妈谁信啊？但你们还是喜欢讲一些53，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干去刷条码还不会遇到你这种垃圾、欸、人家在刷条码你就不会去问他为什么在这刷条码，我投不进你就问我为什么投不进，所以为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你那个吗？你觉得这边好像可以那个让你讲一些543无处发泄，躲在你那个他妈白痴键盘后面干随便吹随便讲，不然我来这干嘛？你要讲这样讲也没错，但其实没什么营养性。你就不要管聊天室班长不是说了你太在意酸酸了。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？我可以不管聊天室啊，其实我可以今天干一整天开台，完全不需要看聊天室啊。但瞄了一眼，就会有人说：“好啦，这人那个啦，开台也不讲话，要讲什么？跟你妈林涵问号，你摆明也不是来跟我 happy happy 的，不是吗？”我只能说，已经那个啦，太多人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因为在这他们不知道干嘛，他们就觉得用臭的方式可以那个博取一些互动，干基本上就是一个白痴恶性循环而已。我就没有看过有人在别人的台问他你为什么不瞄头，你为什么不怎么样，你为什么，那为什么你们要在这里呢？到底为什么？干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有这么多为什么你不去看别人，就是会来我这边一直问一些他们白痴的为什么。
对没，不要一直酸酸臭臭好不好？给点鼓励好不好？干嘛？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去财经行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都要买？阿杰，我刚刚去楼下买饮料，有问他为什么在这刷条码，他说因为这样才有钱缴网路费，去网路上找个实况主开喷。哎呀，他妈的！你们那些问题他妈都超级像那个他妈的，你在那个彩券行那个头奖开完，你就问那个老板啊，电脑选号为什么没给头奖的？看不知道是啥小孩，他妈每天呢、欸、干，每天他妈进问的都是类似这种干问题。不然你们告诉我，你们问我为什么没投进，为什么不运球，我应该要怎么回你？不是他妈是来玩游戏，不是来给你们他妈咨询的。不卖金子的时候，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卖防火的。哎，为什么不一？为什么不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去你妈的！干，你有这么多为什么？他妈的，去看那个他妈小时候那个十万个为什么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这不是讲废话吗？能做为什么不做？你是觉得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干，故意顶多也才一两次，哪有那么多他妈为什么？干，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你为什么没比赛？废话，他妈输了啊！不然他妈坐在这跟你他妈吹哦！干，从他妈那时候就一堆白痴了，干，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你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，老子他妈在这边玩游戏给你就已经是他妈最基本的了。